好啦，我有靠，小一下。这样声音太大吗？没有，你在看片片被抓到。好，我正在切地图吞。哎呀，不对啊！你怎么这时间会在啊？我今天出差，哦，然后提早结束。哦。幻符没了，没了，没错，没有餐券刷了。我那时候餐券想说来刷个300张，结果刷到270张就累了。没事啊，天天刷到了600多张。靠！不是再刷了600多张，是刷到了600多张。我说啊，很猛哎、欸，那还是很猛。没有啊，好像之前用到剩540几张吧，所以才刷50几张。真强啊！我还压票刷餐券嘞，会比较多吗？有啊，我压到6张、7张的呢。哦，那也是蛮屌的。我关一下外挂。关外挂？我在开外挂抓灵力鸟啊，我快疯了。哦，你还没抓到、哦？我没有抓到大金灵力鸟啊！啊，那天不是有抓到吗？我没有抓到、啊，我抓的都是一般的灵力鸟啊。所以那天，哦，反正急躁心情啊，哦。抓那天抓到急躁，我没有抓灵力鸟。我刚抓到了，现在在刷暴烈龙，破烈龙。那个是我记得我是钓不知道什么鱼，顺便钓到的。哦。啊，他们说要去那个瘴气跑下来的。我好像是在那个叫什么巨魔之地森林的那个小道里面钓鱼钓到的。这么幸运？因为我在钓好像白金大鱼还是鬼的啊，就不是暴烈龙鱼啊，顺便就钓到了。那么爽。你要打死我吗？没有啊，只是要打巨魔而已。对啊，对啊，那就好啦。好，你就来啊。好，再转蛋，不然，蒸汽机。慢慢蒸。我也要来蒸。好，空宇安安，萧远安安，张不是张，谢盛凯安安，靠边啊，我跳起来了。李赫赫安安，海林安安，张韩文安安，绿茶牛奶安安，好谁？珍惜安安，感谢珍姐时刻清晰，张婉婷安安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啊！你音乐季开始听过了吗？还没，又延期。没有啊，已经上次的那个就延期啦、啊，延到5月之后啊。哦，没有，只问一下，啊、想说，嗯，对啊，还没有说正确的时间，很麻烦呢。没办法啊，疲累，至少不是取消啦，已经不错了。好、
多少钱？那取消还得了？米津玄师的那个演唱会就直接取消啊，那边很痛、欸。那个卖黄牛票超，哎，直接爽，也没有也爽赚了、欸。对啊，靠他等下退票。最高，最高，是我吧？开我开，你开啊。好，我开。欸，我开也可以啊，我应该比你还早到五吧？你应该有比我先打了吧？我才刚三等而已啊。哦，我四等的，那我开。好，我开。所以昨天到底出什么 bug 啊？炸桶炸不死我哎、欸，我们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们不会被炸死，真的很煞气。固定环境，出发。哎呦，双翼风飘哦。好水哦。那、啊、你干嘛固定环境？我没固定啊，我是说差点点到固定环境。哦。好了，我要等你啊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昨天五点开始到凌晨，很努力刷影片的各位辛苦。昨天五点到凌晨，谁刷什么影片？哦，你是说大家吗？因为我有一个影片说什么，只要到五点前有破十万的话，公开那张图。没想到今天起来就看到已经一万二了。滤镜。啊哈！哒哒哒哒哒。抽蓄土花战存，这个好久、哦，哎、欸，好了好了，我好了，我看到了，哦，它已经没有亮起来。靠腰，你们是一直狂刷、啊，你们这样子刷，我不知道有没有钱呐、啊。我想说，一个人一直重复看，不知道有没有钱，就没差啦，就至少有达到。他不会侦测 IP 哦、喔，好像就是会侦测账号啊，侦测账号侦测 IP。所以其实我自己在重复看我自己的影片，感觉效益就没有很高啊。哇。嗯哼，他没放好爆弹的，他小防御呀、啊，猫放没有啊？因为猫放，你看我们才扣一点点血，可是都是大爆弹，还是猫的那个，刚猫的这个爆炸、欸，哎，北七，是不能是猫 的,、啊、的那个吧？靠呀！来来来，快！干是猫的啦！来，他放这个，哎，你不能放旁边。干！我还有。对啊，你看猫都会爆到，哦靠，原来是猫。查到了，看它放大。干，找到原因了啦。是这两个雷包。妈的，两个雷包。我原来是我们是打到他的爆桶了。看我剩一个小的。我想说。我有大的，可是要赶快。好，你放我直接打。就去，我放哦，我帮你打哦。我射不出来了，等一下，马上，一二三。哎，怎么是小的？哎，我也射不出来，为什么？你看对不对？不是只有我的问题。哎，真的。在那边怪我，妈的！猫爆团会让你的爪子延迟，是不是？还在那边怪我，抱歉。我的麦是不是偏大声啊？有，刚原本都是100%，然后我自己调声音，结果今天不知道很大声，我把你调到70%。嗯，没有，我麦克风音量只增加了一格而已，就变那么大声。
还行啊。因为今天剪片，剪我那个影片，剪到后面发现我声音真的好小声哦。可是剪都是已经一个礼拜前的事情了，所以现在听起来没什么。至少后面的会好一点啊，没办法。哎，是打什么去了？双翼风飘。哦好，我带那个睡的好了，可以一直撞阿强。睡的。那个睡眠占卜啦，一直撞墙，疯狂捡东西。那奈斯上线嘞，他还要打吗？不知道哎，你叫他来啊。那昨天跟他打到后面，人一直不见，一直不见，一直不见。我不用了，他要进。他来了。好了哈。奈斯一直不见，一直不见，一直不见。人就突然消失啊。没有啊。有啦，你常常一直不见。还好啦，还好啦。操你！我给你两分钟的提示机会。你最好快一点哦。广告都看完没跳过，哇，好棒哦！你们就是开个另外一个分页有没有？把我的声音按静音，然后就是把我那个影片全部单曲那个全部播放这样子。靠，直接去买 YouTube 的会员了啦！谁在你看广告？靠腰哦，我不知道看广告有没有钱啊？有啦 ，YouTube 会员你买的看那个没有广告，你们还是会有广告钱啊？啊，是哦。对啊。你怎么比我还懂啊？靠腰啊！我听别的实况主讲的没。谁啊？啊？谁啊？这样比一个叫搓搓的。哦。我看神魔的，那时候在看他玩，他在 FB 讲、说他们 YouTube 会，他是在 FB 开台，可是在讲 YouTube 的政策，屌吧？屌，真低屌。又到了。我也到了，可是我没看到他。他在这里啊。我有看到。我看到他了，他飞一圈了，他飞一圈了，过去了，就过去找你了。我看到了，是说我今天有去查古种位置，也是有四个，也没有到很少。所以在哪里？你刷爆、我还没有刷啦，这一张图两个，就是这边两个，下面那边两个。嗯，这是我的矿吗？哇，他长大嘞。咚咚！哎，等一下！耍宝！是那个风哦，不能怪我。我知道。对了，我来，我知道你没有。你来，对，我精进了，还可以再撞一撞。那是靠你了。哎，我还要知道，捡到了。我已经到了，好，你先动，你先动。我在哪？你在投，你在投。水啦！这会不会不能撞？可以，可以。这里有点中间呢，到旁边好啊，这边可
捡到了。我上哦，我上哦。不能精英，有机会会被冻结。啊、靠背，等一下，我的画面，我先把哈基拿掉，等我一下。好了。我今天还在想说，奇怪，昨天记得要捡什么东西起来。还去查时间哦，对，那个我没用。喂，这是古种吧？找到了。我蹲嘞。哦，冻结冰骨型的。这边的古种好像两个长得很近哎、欸，这边一个，然后旁边有一个这样子。这里这边也有一个古种。对。哇。哈基回说 ：“What the fuck 而已啊 ，What the fuck。”我说：“哎、欸，好久没画图给你，没想到画第二张图给你是这个图。”他说：“啊 ，What the fuck。”
可以撞，可以撞，好，你撞，你撞。可以刷毛皮哦！来，现在刷到就可以截图抢救救了。哎，骷髅，骷髅头，骷髅头，看不到的。好，我去抓吧。玉狼龙的足迹哦，玉狼龙出来了、欸、对啊，哦，五等才会有是不是？应该是吧，跟其他的一样啊。好，玉狼龙来这边。对啊，哈基开车不是那个，那个是没有很认真画，我是只认真画图。更变装备，白痴哦、喔！玉狼龙他把风票拍醒，然后自己去踩那个陷阱。哎、欸，你看哦，这是现金呢。啊，还没抓到，你报告什么啦？点到啦。奇怪，你很凶哎。我没有凶哦，问一下哦。啊，你是在报告什么？凯兰不是凯兰，东西叫做风间安安啊！你的 ID 就有个凯字，我刚才讲到凯兰去，还不能怪我啊？有道理。啊！哦，公凯呀！打玉狼喽！生好多哦，就是只有这边有的魔物。够喽，干不对。OK， 我先撞哦。OK。满意的灭龙壳，太满意了吧？这壳。
红了，这么快？快点！拿水。碎了。哎、欸，又不能撞我，这太快吧。古种变大嘞，冰雪的古种变大还蛮明显，色差差好多、哦。没有，哦那边哦。干什么结晶化工具啦？黎明的结晶。有没有毛吉啊？墨油看到啊！墨油啊！
没有。童谣。会抓哦，感觉在抓我的背，也可以抓。改本名你就知道了哦，等下以后就叫你本名，说叫本名好不习惯。不是啊，你的 ID 更不可能让 FB 通过吧？什么经理人怎么可能 FB 都会觉得这是本名啊？啊，经理人同学，谁啊？
双翼风飘。好，你已经有双翼风飘可以叫了。有啊，昨天打到了。三只。好。Yes。双翼风飘怕火。本名贵，所以你不是经纪人，叫经纪人是不是？你的本名？本名 FB 真的不肯通过，真的假的？所以你真的叫经纪人哦？还是你本名叫做杰克可爱、杰克萌之类的东西？那应该是父母亲不能通过。对啊，你看，如果我封建这样叫嘞，梁凯文、安安，在荧幕前面嘛，靠北哦，叫谁啊？双翼风飘出来了呢。哦，这边好多霜降草可以拔哦，所以之前到底在抓什么的、啊？真的骂脏话了、哦，厉害吧？就说叫本名更奇怪哦。等队友来吧。队友来了，队友来了，队友开始挖矿。队友，他上我了，队友。队友到了，直接撞，加油！全部撞完再来砍他，不然到时候还没撞完就死了。感谢秀的50颗星星啊！你不是讲你无钱呀、啊，还在出钱？对了。嗯。怎么了？你石头嘞？在拍。哇，石头啊！你看，他直接弄我。明明是睡觉，可是不让我拍什么的。狂拍猛拍。虽然没听过教主叫你的 ID， 但听到本名还是你烦。你不叫张婉婷吗？光动。哎、欸，靠！又不行了，我靠！太冷了，没体力了。
直接上去拍一下体力条就直接没了。变好大。掉好多，哦，我这个没有装雨胎啊。动吧，动吧。
可以抓。OK。哦，有丁牙龙哎，可以打新的喽。嗯，出来了吗？没有，我的那个飞龙种给冰牙龙啊，你可以，大家可以交流。啊，云南安安，我这样不是先劈死他们哦？哎呦，他们怕火，打下去100多伤害。你说军豺狼？对，有冰座龙，哪里的？这里的，对，可以直接打他。好啊。欸、可是打他会不会加很少啊？他好像每个地方都有。不知道哎、欸。我打打看，都来，都来，都来。来啊！你还有30颗星星耶，感谢秀的10颗，还有30颗用下来啦，古老的秘药，嗯，还发动满足感，真棒。古老秘药多到发动满足感会有点不爽。到了吗？还算还没，我在地下，拜拜。哇，你在看，你在看，哇，这边风景真的是不错。好了。没吃到了，啊！
贝丁安安。
有看到大框在哪吗？哦，在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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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巨魔冰雪。动差一点点才会好。是。不撞了。战兵牙、欸，我的天，真棒！到底在龙击败？击败，我来击败。好、哦，你来，你来，你来，我都来。我去，出头！击败，击败。安安，我们不接你的主题了。龙头，借我尾巴。
直接去开装好。好。啊，他把它弄醒了。看过了。我的傻子！哇！先回吗？还是直接去杀兵啊？嗯，可以直接杀、啊。要先回，好啊，直接去吧。哎、欸，有一只兵啊，左一哦。是不是很大只啊？没有哎、欸，我只记得冰牙龙什么看起来都很大只。没粉了哦。好。
可怜，轰龙跟驯龙都不会飞，就他会飞。追他就饱了，这边追追，这边揍一揍，莫名其妙。我的妈！哎靠，我没石头，抱歉。力战直接是力战的冰牙、欸，那一般的冰牙、啊、没有打过。人去蹭秀秀的有没有？对，是是是。那还行啊，到时候江江上线加开。没有石头。那、哦、直接上吗？好，直接上。被打到，真的每一次都会跑到这边来晒太阳。凯欣安安，当然啊，很冷呢、欸。他们感觉就不太会冷，很冷。左手抱，哦，没有走。哎，但是有一个，睡了睡。
他叫牛奶，他叫牛奶。我勾吗？我来，哇！我没能回答就是我勾了。OK， 送你。剩嘴巴了。还没。哦，有一档，有一档，真好。马上红，我一上就红了，讨厌我？对呀、啊，谁的？最没用的秀秀安安，我没有。哦，晕了，完了。没看到。都没有。
可以抓了，可以抓了，可以抓了，可以抓了。我到现在还没回过任务哎、欸，我也没有。从风那种双翼风飘开始。哦，是的，我是从冰州开始。北美安安，我你也是，你也是没有回任务是不是？你也是。OK， 大家都是。哇哦，好多哦。冰雪六级，再来怕啥？又出魔物，都行的。不然玉狼龙，好啊，认真，认真啊。玉狼龙不知道没有七等会不会有力战，应该会。不是欸，哇，看来要七等，有六等的还没有。可以，这还是没毛级，运气不好，两边都没有吗？嗯，好吧，你们剪是剪两次还是一次啊？还是我带错了？我只剪一次哎、欸，一次我没有带地血，没事，一次一次，我带了地血一次哎、欸，对啊，哎、欸，可是上次的力量不是剪两次吗？你啊，哎、欸，力战没有进来，
石头，杖。那边是不是跟监视在一起？明波是不能自己去接调查打的龙吗？可以啊，你自己没调查吧？哎、欸，那是监视是珊瑚的、欸。哎呦！那太低几率了吧？厉害吧？牛！真不愧是我的龙，就是与众不同。对。我要想办法押韵，有没有？Go go go go！体力不够，算了。睡。睡啦！睡啦！断啦！慢慢走的。
有没有暴毙的？不是说节操会来吗？我看到他上线，可他没有进来啊，我不知道。哦哦。发现调查报告，水哟。我劈到哪里呀？真蓄力才233，233333333。哦，劈了他的脚胶。劈到啦、哦！靠，这样还没劈到。哦，欸，抓吗？还没，还不行抓。欸，可以了。欸，好吧，这 mod 还没更新。欸，挖尾巴哦，路上有，路上，前面。哦，我有点。所以下一只是灭尽吗？就灭尽了。我先抓吧，你们去吧。冰雪快7了欸，哇，我的也是欸，啊，没有，那是你的，那打开地图是你的才对，我要看一下我的调查。黄瑞奇暗更变中，被更变道具箱，就是五等一半。喂。我觉得打灭尽，我上车应该会死掉。
魅镜不见了。Magic。要打冰原的喽。打。又出魔物。哪一只 ？OK。啊，不然先打一般的、啊，七等再教育狼啊。玉雷龙。七等再教育狼，一般。先打一般的魔物啊，就是风飘那些的 啊七等的时候再来教那个。哦。玉狼龙就好了、啊，这样才有力战。双翼。好啊，双翼应该叫得出力战的。双翼是封力战的嘞，对啊，他是一般的废物魔物啊，所以应该是力战。他是废物，他就是废物。哇！哇！干嘞！你好烫啊！哇，不愧是弓箭欸，这么软是不是？啊，不对，我大概知道原因。洛宾。对，我是萤火四件套。结冰，好了，软光光，软晶片生脸了。
西藤，西藤，耶，可以交陆战的玉兰跟黑剑人。明明杨安安。卖真多哎、欸！哦，捡到三个、四个，怎么大林麦玉这么少，这个这么多？真的啊 ！FB 又开始闪退 ，FB 会闪退，怎么闪的？哦，我骑到了。要撞也是可啦，要撞也是可蓝石啦。好，我有可蓝石，怎么样？我也有，我的叫松明蛋。聪明蛋。松明蛋不是总火石吗？对啊。可蓝石是爆破的吧？我酱油刀进来了，等你等的好苦啊！居然还用爆头来帮他吃，有没有？帮他吃补。我估计捡了六七颗灵麦玉。
毛吉。哦，一般的还是？一般的。是一般。就还好。另外一边没有。好。靠！刚走过来就看到毛吉跳出来又跳下去了，我已经动到人家了。还好啦，一般的。不行啊，600块啊。好好，也是啦。没有，你再来。啊、多少才能抓、啊？看不到了。哎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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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好，现在我搞完就炸下来。吓我吓了一跳。等他开个大的，我直直上去，直直下来，躺得下来。帅气的转上去，直接就赢。再来咧，灭镜还是冰牙？灭镜啊！好，引导之心冰雪，我还锁住了。嗯，灭尽龙。嗯，要不要先重新布局啊？节操虽然节操刚布局完，重新布局？你说出去我已经叫了、欸，还是要重来？没关系啊，50几只，五十几只灭尽龙没在怕啦。没关系啦，节操都炸完了，我们至少打个一只吧。在他面前布局给他看啊。更变装备。哦，有金羊的外观真的是棒。两只力战呢、欸？那只打腻了，你还要打哦？我们可以先去撞另外一只，撞个撞个几下。三湖哎、欸，不同区啊。好了，走。我上次撞了两次穿隐身衣装，捡到大力马也很爽。哦。就先去撞啊，撞完跑走去打别只啊。可以啊，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这里啊。还一颗哦，
了好了，可以走了，不能再撞了。没有。哎、欸，大林鳗鱼哦，干！就说要来撞哦，很有效哦。就说不想撞哦，你看，就只有你拿到。好爽哦！他追上来啦，妈妈！他会追进来吗？他跟上来了啊！没事。你看我的鞋。哎、欸，走了，他没事了。哇，看 OK 的，虽然有点出乎预料，不过还是没追过来，还行。快打！解脱大鱼，我已经投鱼。哎，对，开始啦！我看到那个地板的中火石烧，它是零级耶。我这该死迷人的魅力，我好久没看影片了哦。最近都只看那个朴实无华，那个我这该死迷人的魅力，那个女生再也没看到她出影片了。我突然想到说奇怪，好像少看了什么影片。我这该死迷人的魅力，你知道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看，我知道朴实无华啊，那个该死。这个女的，就是她明明没什么，就觉得全世界都是很爱她那一种，然后做什么事都是哇，我这该死迷人的魅力，也很强，很好笑啊。干这么痛哦！这好歹也是一战鬼王哎、欸。这只没有大林鳗鱼啊，他哦，古龙卵真的很烦呢，还有前脚跟后脚，还有翅膀、头跟手、尾巴。
的红绿灯。我看他突然不动，哎，好恐怖哦！他很累啊。不是不是，是完全动都没动的那个。还可以撞哦。你要靠墙一点啊，靠墙一点。你可以补一下吗？我记了，我记了，我记了。我没发现是我不一样，我还在那里。好了，可以补了。献祭啦！你都已经拿到大灵脉玉的信息啊！哦，我不是拿这只拿到的、啊，要献也是献给另外一只吧？不啊，你献给这只会再拿到一个啊！要、yeah. 古龙灵脉玉买一送一方案。再过一个月吧，就有保底一颗的灵脉玉可以刷了。还有一个月啊，不行。灵脉玉哦，大灵脉玉啊，高第一颗啊。你说龙年灵脉玉，哎、欸，都没捡到哎、欸，哇！我也都没捡到、啊。哎、欸，我捡到了。我不听，王八念经。哎、欸，没石头。嗯、所以现在一般的调查有力战的灭金可以刷了吗？不是一直都有吗？一般的调查有力战灭金、啊、我从来没刷过了。没有吗？没有吧？有吧？有吗？没有吗 ？M 级的呢？对啊，没有没有吗？啊，我之前打的是什么？上位？不是啊，我怎么记得有啊？还是我都无视他，直接把他删掉？所以有力战的灭金可以刷哦，一般的。哦、啊，你们两个都说没有，那就没有了啦。你觉得是我眼花了？那不是现在更新的才有吗？我不知道，所以我问现在有了吗？现在应该有吧。哇，有哎、欸。啊？有欸、不知道哎、欸。没石头，我没石头。哇，中洞！果粉抱歉。果粉抱歉。果粉。在干嘛？我踢他、啊，他在不爽、啊。哦，我没看到你在上面呢。我想说他动作怎么那么怪。走。不知道谁在
交传谁啊？没有，我在跟我家人讲话。哦，用传的讲话。哎，屁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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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，是小三。献祭喽！我不用献祭啊，我已经拿到了。在献啊？哎，不是说拿到就要献。哎，跑了。我来。哇，睡得好大声哦。哎呦！哪里啊？救灵魂！对，我要打一般的雷狼龙哎，想到了。感谢谁啊？中军道安。这边是不是撞不到、啊？还是其实可以，有点远。那不如就送他这个吧，别跑散。好了，地内也有另外一个大灵脉玉出来，你要打哪一只吗？对，大矿脉。那谁飞走了、啊？大矿脉不挖，还是挖过了？奈斯不需要，好。哦，在门口。我要先离开。嗯。那也
再打个一两场就要去六国。劝你不要闹哦，我会生气哦。把古种炸出来了，好猛！好猛！这里耶，最前面嘞，这边居然可以看到。可以帮我叫个一般的雷狼龙吗？啊，感谢你的协助。雷狼哦，对啊，我就差点按到飞雷龙。雷狼龙，每个都加，冰雪加蛮多的，其实没有到很少。大面镜的话。啊，我拿会那个睡眠占卜去让他多睡几次。干嘛？你还是撞了？对啊，多拿，我需要那个满意的雷电壳。哦。好啊，哦，有这么有那个，送吧，送的好，他怎么都是龙脉的钢龙骨，没有一个雷电壳，满意的雷电壳，对啊，三个，什么都是钢龙骨，好爽哦，拿到你想要的东西就是很爽。
没关系，我带你们。我也有啊，只是我还没做装备而已。我做掉很多了，我真的很不够。哦，有了，谁进可？弹珠发射，没有。轨道歪了。不是轨道歪了，是不够长。哎呀，炸下来了。他在教我。
睡了。哦，没有哎、欸，我原来动作就睡撞前面那个树干。他节操响，勾他被撞飞，笑死！会晕了，完了，玩过头了，该吹了。过头了？没有啊，状态异常无效、啊。好、哦。哇！我们就在等，你就这样冲上去。我想说那个位置刚好、啊。你这样跟秀有什么两样？是哦，差了一米米、啊。我以为。我说可以啊，那个位置看起来就刚好。对吧，秀？你还在聊天室的话。干你娘嘞！哎、欸，趴下去的那一瞬，他往后跳的。对。困了。哎呦！他睡觉还喊一声呢。我来了。嗯。
力战灭尽龙，奈够出来呀、啊！我看起来是垂直起掉。哇、哦，不行，我打到后面整个呛掉了、欸，我打到发呆了，天啊！没有关系。我是快死掉了，我的三魂七魄都不在身体里之类，一整个空灵，会丢呢，搞蛋呢，哇，冰牙龙，这边有痕迹哦，很多地方，鸟龙种。你还要打那只灭尽吗？还是你要观察？我要撑到十分钟打得完啊，差不多吧。不行吧？三个人应该会再玩一点点。对啊，打到一半就冲去自己直播自己的首播。靠！怎么我拿了那么多素材才拿到七个雷电壳啊？也太可怜了吧！我刚应该有十二个吧？啊，不然出去吧。啊，出去了。嗯。晚上再来打、啊。嗯。所以你晚上要去那个，好吧？我自己打。不是六吗？什么六？三魂七魄不是吗？还三魂六魄是吗？七魄吧。对啊，是七魄吧。拿到五指的钢龙，四金一银的玉郎，好棒、哦！哇，两人，
是的。哇，你太爽了吧！哇，他说他拿到五指的玉了。谁？铁超。真的假的？在哪里？哇哦！看看我。喂喂。嗨。我还是四人呢、欸，那晚上可以打你这个。登录奖金调查报告。删掉，删掉。哇哦！力战火龙，不眠斩龙。在一起的，删掉。四金一桶，五货玉郎。我天哪！去刷毛纸了。对啊，剩下这个时间只能这样做了。欸，我好像出现牙中的嘞！哦，又来，来了。啊，他倒是起床啊，头一直缩进去。好像一个内阁哎，我的天！在左边还是右边？下面的，下面的，下面的。我想说奇怪，这堆在地上，有个白白的一颗头。可是他们现在是在发，他是在发抖哎，很像是有魔物在附近的那种抖哎。他应该是冷吧？没有啊，欸、不对，那边确实有魔物哎，那边是红龙。对啊，怎么办啊？不然他一直出来，
你可以先丢石桶把红龙引走啊。哎、欸，我的宝机不见了！靠！哎、欸，塞还在，还在，还在，还是不出来、欸。哎、oh. 欸，对不对？好、oh, ，我没抓到。对啊，没有哎、欸。我以为那个斗是正常的、欸。因为你网址显示出来的银那个橘色不见了、啊，没有橘色框框了、啊。哦，看可以看橘色框框那个。对啊，橘色框框表示是你可以抓的、啊。那另外一边你有看吗？有，都是小的。那这帽的不还不会显示新毛级的名字。好的，我要去看我的首播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即将开始。去遛狗。好，拜拜。还有一分钟，偷摸一下。晚上是王国之战啊！啊，团团刚刚说他怕死，他应该是浓阴阳之浓到太干了，天哪、啊，可怜。可怜呐、啊！哇，有毛鸡耶！我先看一下，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出发。没有一般的，等下那边还有猫鸡，没有四只而已。他左右左邻右舍一起来攻伤这个东西，我刚需要，以为你要说他还会左右怎样的，我想左右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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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？没有没有，刹车在拉了，该拉起来。你看，就是你在开车，没有，你看你这油门都吹下去了，还没有。嗯，差点差点帮你们踩油门。哎，不过有人说是那个什么事物影啊，直接讲出来，事物影会美颜呢、欸。哦，因为它都是那个啊，就是中药给女生用的、啊。对啊，你真的要我听？我有听过用洗发精洗头啦，
那个哈避孕药混在洗发精洗头。你知道我刚刚前面以为你是说我真的有啊，我听过啊，我听过有人用洗发精洗头，心想说啊，不是他的。讲好像很多，你后面有讲，你后面有讲，哇塞，不讲不知道，一讲吓一跳哎、欸。那我知道接什么，大家都有用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大家都有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为什么不知道？原来你不是用洗发精洗头、哦？对啊。哎呦，前面有一个人在挖一个奇怪的方格，这个是在干嘛？什么奇怪的方格？谁？在哪里？就是你啊！就是你啊！他在解任务啦，他是勇者，他要把那个啊铁针压死，所以我们要阻止他。对啊，不然我走过来，我看到地上一格一格一格，想说到底是怎样。你可以把它一个一个把它填起来。我帮你倒水、欸。哇哇！你知道有人说他拿沐浴乳去洗车耶？哇，你好有钱哦、喔！我跟你讲，这个人就是谁？这个人是波波，所以你知道吗？我们以后缺什么可以跟波波讲啊。波波，太有钱了，波波。我缺钱，波波。我也缺钱呢、欸，波波。我也缺波波。缺大家都很缺钱，缺波波可以。你缺波波，你缺波波，缺不缺不缺不缺，原来如此，缺不缺不缺，波波你听到喽，你听到喽，哎，我绑不上，他也很想要36D，我又捞到，妈，又捞到半水，半水。烂水，烂在骂，你射死啊，爆爆爆，你说烂水哭光很生气。气屁气！有人啊，在搬砖下面 ，Serious？ 什么东西？他说我的那个水其实是倒到半砖下了。啊，对，现在点半砖直接变那个半砖水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去冰半砖。哦，去冰半砖。好硬哦。他进你不是要苦工这里一大堆？半砖没有苦工啊，加想去，那我把他引过去你那边好了。没有，现在引太远了。一半砖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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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，你死了！他就是要你死啊！要你死啊！你死，你死条条啊！你死，我留一只就好了。纳尼？纳尼？这个好像哦，好像哦，超像的，好像哦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何？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何？进来，进来，乖，对，进来，对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耶！你进来里面一点。我杨洋毕业了。杨毕业了？没有啦，十六种颜色的羊。恭喜你！但这不是任务啦。那我可以奉献一只只有幸运三的稿子给大家。啊，那我放在那个音乐家的箱子里面，自己来找吧。乞丐来了，都放在那里的。乞丐来了。看到一只猪。哪里？哪里？我们只看到我们朋友而已啦，没有啦。啊？哦，我知道。哇塞，哪一个朋友？你是知道？哦，是啦。我不知道啊，所以我才问你。四个字对不对？哎呦，你四对。二三跟四是叠字。三跟四是叠字。真的没？我看一下，真的没？哇哦，不是啦！哇哦，啊，我要你也知道是哪个朋友哦？没有啦，我想说是团团。对啊，做冒险家好难，转职了啦！你还有转职的空间，真的？对，那乞丐就没了，趁早转职，最后的职业了。对，最后乞丐应该是那个冒险家被盗账号吧？对啊，我被盗账号了，在自由市场里面，有人来救我吗？有人可以给我水钱吗？乞丐可以转职成丐帮帮主啊！没有啦，对，对，丐帮帮主有道理的样子哦。我就是唯一的乞丐了，好吗？我还是当什么帮主啊？哎，不一定啊，自己就是帮主。然后下个礼拜有些人也想要加入啊，对啊，乞丐之类的，全部都变乞丐。哎呀，那你就是什么帮助了？那个渔夫很有可能、欸。酱油不都当强盗吗？哈哈，渔夫很有可能。对啊，渔夫有当可以转职成乞丐、欸。真的？这个不成功。对了吧？
就不成功就怎么办？你要怎么办？嗯，就变命。你要怎么办？就下次再来。叫阿妈来喽。叫你阿妈来。哎，对，蛤蟆。蛤蟆。蛤蟆。好吃。蛤蟆。蛤蛤蟆。蛤蟆。叫蛤蟆来。养蜂农，可是这很局限的，就养。就对啊，你看像乞丐，你就只是在那边。对啊。乞丐就是个自由业，想做就做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想干嘛就干嘛。哦，今天想上班就上班，啊、不想就不想。对啊，好爽哦！上班就在旁边休息。我要去挖粘土来做碗了。做碗，做碗。我在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，你也不知道你在干嘛？对，哇，迪西嘞，我要迪西。对不起，乞丐好像找到工作了。找到什么工作？我羊毛剪不完哎，狂吃哎，天啊，好累啊！羊就变牧羊人了，真的是牧羊人。哇，你真的变牧羊人。你给我加！哎，而且防爆有个好处哎。嗯、草地不会被吃掉。啊？哦，对，真的吗？我狂剪羊毛，小总剪不完。哦，难怪他可以狂吃。疯狂吃，然后还吃不掉。完了。哦，哎呦，我好忙哦。我听起来很棒哦。那这样子你可以量产羊毛哎、欸。好累啊。你就可以量产羊毛，然后卖给小雨。卖给我没有用，要卖给会建筑的。你可以。可以卖你羊毛靴啊！可以卖你黑色跟黄色啊！你布置你的蜂笼啊，蜜蜂场啊。可是我懒呢、啊。哦，你死了。啊！有色死了、这个怎么那么难？两只同时死吧？我是两只还是三只？他不是要三只吗？所以我很好奇你是哪三只？啊，是三只还是两只？他直接说我不玩了，我要去不玩了，不玩了。真的是三个半，这一个小时到底在干嘛？结果最后少一件衣，敲到了衣服，不是衣服爆，衣服裂开，衣服裂开，你有听到是听到啪啪啪的声音吗？哎呦，对，你要在开台的时候爆衣哦，他又长大了。他又长大了，哇，效果好，真的。真的最好哦！反正你要点什么？是在盖灵骨塔吗？哪一个？这你怪也太多了吧？你说这个吗？不是啊，灵骨塔不长这样。而且我觉得你这句话似曾相识，是 ATA 讲过一样的话。有人说到，因为你都喜欢盖这个吗？高耸的没有啊，而且在高处。我看到你们这边看这个像灵骨塔的，心里都是灵骨塔哦，心里都是灵骨塔。哎呦，你心里都在像灵骨塔哦。让狗狗咬死一只僵尸哦，这个可以，我去我狗狗。不要动我的僵尸哦，我求你了。让它咬一下嘛，让它咬一下，咬一下。要下就好，狗狗跟我走，我们去找僵尸玩。听说楼上有人在关僵尸，他会哭了，哭了啦。阿纪，哎，等一下，抓小，我的狗狗说他想吃肉，抓小，啊，狗狗，快咬他，快咬他，狗狗咬他，狗狗咬死他。好了，这只穿装的，这里。狗狗咬它，咬了，狗狗在咬它了，咬一口，咬了，狗狗咬死了，耶！哈基后面小心，哈基后面，后面，嘿嘿，马上叠高，哎惊！哎，这里怎么回事啦？好了，去吧！耶，解完了！恭喜你，解完了！你可以下班了！哈哈哈哈哈！还死掉！哎呦，这还死啊！最后还死翘翘，该休息了。
休息啦，我要来去吃拉面了。休息啦，晚安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我要脱衣服了，好热哦，好崩哦。你怎么来一次就不来了呢？进来，进来，乖，对，进来，对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不要，不要，拜托。喵喵喵。好啦，今天我想想，后面没啥音效包啦，感谢晚点 FB 直播间咯，拜拜拜拜拜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啦，我要先去休息一下，我现在眼睛好痛。那大家拜拜。